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，今天来快速短短的斗争啦。先讲一下，目前字幕是还没上的，如果你想看有字幕的，可以再等差不多30分钟后再看这部影片，应该就有字幕了。如果你觉得没差的话，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斗争吧。斗争的狗年活动即将更新，而在刚刚官方把更新的东西丢在官网上了。哇哦，这个操作太溜啦！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吧。首先是造型的部分，在之前的 Jeff 更新报上就知道新造型有夺命女、慈悲、元氏，而在官网上写了有四种新造型：朱雀、慈悲、玄武、扎利亚、白虎、元氏、黑百合、夺命女，就四种。等等，是不是少一种啊？啊，青龙嘞？看来官网上的更新内容还是对新年活动里的东西有隐藏了一下，而且也没有说有谁的精彩镜头，就看等等的新年活动咯。那我一样也会直播，所以想来看看的记得点个订阅再加个小铃铛哦。接下来除了新年活动的东西外，英雄也有更新，拳王的普攻，也就是左键的射击，原本射一发会有六颗小子弹出去，每颗伤害11，之后会变成一发会有11颗小子弹出去，每颗伤害为6，而且子弹会更加集中，有点像是之前拦路珠的跟动一样。Jeff 之前也说了，最近还会改动一些英雄，有半藏、小美、新美塔、骇影、托比昂，之后再看看他们会怎么改动吧。最后是界面改动的部分，就是游戏开始后在选择英雄的地方可以改变造型啦。之前玩家讲的可以因地图的不同而改变造型，他们加上去了，超棒的啦。就是这次为抢行模式新加的地图，泰国阿瑜陀耶，或是叫阿瑜塔亚，之后看看官方怎么翻译咯。这张地图会永久存在着，也就是不会因为活动过了就不能用。而抢行模式也新加了竞技模式，跟路修足球一样，也会有特别的奖励跟竞技点数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，大家好好享受为期4个礼拜，对，没错，4个礼拜的新年活动吧。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点下喜欢，并且发出去给更多朋友。想继续收看的，可以点下最下方的订阅，爬出直播标点铃铛按钮。我是羽毛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。拜拜。